什么要突然回去？他是不是在躲我？他会不会是真的在考虑要不要跟我分开？对不起。他们说的那些话，你别放在心上，就不要不开心。我没有不开心。你爸妈没跟我说什么话？你爸妈很好啊。哦，不过确实，他们好像给我提了一些顾虑。顾虑什么？他们说我年纪太大了，你带我出去以后会丢人的。说的这个吗？嗯。别开玩笑，我认真在问你。真的没什么。你爸跟我说那么多话，我这不是也不知道你在问我哪一句吗？就是他们让你再考虑一下的那句。就。你有没有什么想问我的？或者你有什么想说的吗？桑稚，我就随便问一下，反正也没关系的。我给你打电话是想跟你说你很好。知道的，就他们老觉得我年纪小，所以他们会担心。但是还好是你，如果不是你的话，他们会说更多。我知道。对了，我跟你说过的，你家里的事情跟你没关系，你不要怪自己。而且，你爸爸的事情我也可以帮你一起承担，帮你一起照顾。我都知道，你千万别去跟他们说什么。你好不容易放假回家好好陪陪爸妈，你千万不要因为这个事情影响你的心情。嗯，好了，你别胡思乱想了，快去睡觉好吗？好。哎，对了，我明天早上可能得先回颐和了。回颐和？嗯，刚刚接到个电话，说明天临时有个工作要见客户，就得先回去了。那我陪你。不用，明天一大早的飞机。特别早，在家好好睡觉。我送你呢。真的不用。我一个大男人，我还不能自己去机场。好了，你别胡思乱想了，真的，快去睡觉，好吗？好。晚安。晚安。他为什么要突然回去？他是不是在躲我？他会不会是真的在考虑要不要跟我分开？他到底在考虑什么呀？